那我很无聊，他还不给我表演倒立呢。不是下腰吗？那个露个大肚是皮。下腰，下腰。黄艳玲真的，你真的，兄弟，你把路走没了，朋友。下腰吧，你别后说，我操，完了完你了。他妈要被血藏了，黄艳玲。我怕他们不你知道妈了个巴子！我是什真么意思，然后就是那种哎，看下去。蓝莓蓉，救一下蓝莓蓉！蓝莓蓉，蓝莓蓉！妈个头啊，都那么一样了，怎么救？蓝莓蓉，我很丑，但我很温柔。给蓝莓蓉加油了。我很丑，但是我很温柔。车谢二爷，谢谢。那是一首歌啊。这首歌吗？是。而且这首歌不适合你，你温柔个菠萝。啊，真的，我只是在网络上逼逼赖赖，我现实中我不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吗？不是。那我现实中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死宅。什么叫死宅？我觉得不是。跟我一个屌样。我跟你一个屌样。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蓝爷是个大艺术家。为什么呢？放屁，他就是个死宅。他无论是从思想觉悟上，还是对于这个事物的判断上，都有自己的看法，而且相对来说比较专业。我跟你说，蓝湛飞他已经，谢谢二姐的小心心，两架飞机，谢谢。你们继续。蓝湛飞他已经崩了，为什么呢？他已经被我令某人单方面踢出了我们肥宅的行列，因为他竟然不喝肥宅开了水，他已经废了。因为喝那个玩意死得快。你看，你见过几个肥宅他妈的怕死的怂逼？肥宅快点想巨好。狼爷也不想胖，狼爷年轻的时候也是一精神小伙。狼爷是什么时候开始胖起来的？上大学？不是，高二。高二开始胖。那你胖的挺早啊。啊，高二比较叛逆。辍学了半个小时，把辍学了半个学期，出去外面打工。高二就出去了。不是辍学半个学期出去打工，为什么会长胖呢？我就想问这个。啊，因为出去外面打工打了那个半个月，做不下去了。然后我说爹，我想回家。那个，在那会儿我爹还没去嘛，然后就是说，我要回来读书。好，然后就在家里面待了半个学期，然后回去读高三去了。牛逼！然后在家里面干什么呢？天天打多塔，打游戏，天天打多塔，打多塔，喝饮料，吃夜宵。我能那个一天喝八罐果泥橙。你知道吗？我跟江浪涵刚认识的时候，这个逼想套我麻袋打我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为啥呀？你欠他10块钱不还的事情。不是，因为我打多塔贼菜。然后在网吧里面我还要喷人，我乱喷，就是打了菜我还要喷人，我就乱喷江老寒，你会不会玩菜皮，操你爹，哇哇哇哇。然后后来被我知道这个逼有策划要套我麻袋揍我这件事。但是知道的时候，我跟他坐在一个酒桌上喝酒，然后我们就一笑泯恩仇，然后我偷偷的赖了他很多酒，他喝多了不知道。你不是欠了他10块钱没还，他记到今天，他现在吃你的用你的吗？那他妈为什么借10块钱还要还呀？奇怪了。但是江老汉，我那天跟他聊了，他是有这样的心思，然后他告诉我，他一直在报复你。这几年他在你家吃的、蹭的、烟呐、什么各种东西，他已经是蹭回来了。他蹭回来不止几百块了吧？不止。但是他就告诉你，这就是他的报复，就是欠钱不还钱的下场。块钱那么硬吗？记那么多年吗？你不信问他，他现在还记着。没关系，他蹭我，我愿意。就像我欠你25块，我是不会还你的。没事，我也准备蹭你。借夜场梦不多的魔法王冠。但是你仔细算算，现在我们两个的账是你欠我75块。所以我也准备赖了夜。没事，我会去你家蹭的，兄弟。我家不让你。要不说，要不北子哥今天也加入打赌吧？这75块钱说不定赚回来了。我加入打赌，他多欠我100怎么办呢？没事儿啊，那就欠170。摩托车你开下去有毛病啊！牛逼！开个船去捡大爷毛板蛋，谢谢大爷。你这不是开摩托车，你现在开潜水艇啊！你脑子有毛病，我不能跟你一起。啥子都能下水。
那边有人打，肯定要看摩托车下去。要淹死了！我他妈要淹死了！没废了，要淹死了！没废了，没废，掉血，还掉血！不行，掉血了，掉血了！掉血了就不要动了。这不差点死了吗？没死，没死，我没掉血，你掉血了。哎，你没掉血吗？我掉了。嘻嘻。说实话，这 S686皮肤挺好看的。那既然你欠我75块不还，我就拿这个空头补了。哎，你拿吧，什么时候有？拿到多少是你多少？哎，贝哥，你当时知道江哥要把你腿麻袋，江哥头发是不是当年被你喝多了时候给你给他薅的？拔了。这件事情我替他澄清一下好吧，就是江乐涵他不是掉头发，他是从小就很少。告诉你一件事情，黄建林。你那个位置有三个人耶，不然你以为我们为什么在这边下海？我打死一个，他们跑了。啊？他们直接开车跑了，剩多少两个人？你那里这个枪声不像跑了的样子呀？不是我这边的枪声，那是机场的。哦，这个太热了。南总，你要去对面吗？对的。你也太怂了！欢迎，我劝你别舔。很穷很穷，这个人太穷了，真的是，这啥人呀，这么穷？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？啊，爽爱！我想要打黄彦霖。他干嘛？为什么要打我？想嘛，想一下不行吗？想一下。有七波子弹。我讲真的，我以前天天跳街舞的时候，我身材真的老好了。我告诉你们吧。真不骗你们，真的，我真的有腹肌有胸肌。我证明，我看过。你看过个屁！你那会儿认识他吗？我那腰贼好，我跟你讲，我能倒立过来，把头杵地上，然后腰呈90度，然后再往后方屈身，在空中定住。你为什么要跟几个男孩子说你腰贼好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不是跟你们说的，我跟各位女观众说的。开始变态，牛逼！那请问蓝总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马哥呢？哎，我操！他还差多厉害，开局就被撞死了。其实我觉得刚才表演马哥也其实挺好演。上帝死了就行了，打啥游戏？死就行了。要我演马，我演马哥有没有灵魂？我就问你，有灵魂。灵魂错。我被车撞死的。哎，后面还有。送他走，兄弟，送他走。准备一辆吉普。你没了，我宣布。慢慢来。啊！但我还是告诉你们，一个人帅跟丑跟肥胖没啥关系。我年轻瘦的时候也是很丑很温柔。心灵美最重要。哎，这句话都是，那没办法的。这句话都是有趣的灵魂300斤。其实这句话其实都是出自于很丑很温柔的人。你见过哪个帅的说心灵美的重要啊？我打到我头了，有没有素质啊？二两个残忍，我爬过来，爬过来，哎，马路对面有一个。双兵220在那围墙，上了啥？我进楼了，哥。
上门。你打个药，我先打个药。我们进人，不要说，哎、不要说，出声，来人了。都没有，真没有。看你，觉得你应该看你左手。你在另外一边，什么动静啊？你在那边，你在外边，我给你看门口，你在那边，在另外一边卡，你在另外一边墙卡。我要被这边打，被这边打。你那一边墙，墙后面，你妈呆逼！像个憨憨一样。墙后面，听懂人话了吗？哦。傻。他已经开门了。我开门不见我就。弄东西了。我觉得应该在左边。两个，把我声学雷看好了。你守这里，你守这里。上楼梯，楼梯要给人守的。你那个位置不光，欢迎您看，欢迎您通了。他们走了吗？没有，就在外面墙外。哦，你找到？就围墙边，我前面看到了一个粉红色衣服的，我们就叫他小粉吧，好吧？啊，你到我这里来你就看到了。为什么没看到？看到了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就在脚下，看到没？就后面了。你雷了，蓝蛋飞你，嘣，跳到了，看好了，看好我这波操作。我操，有点帅呀、啊！我打倒的，哎，他妈的，他跳下去人差点没了。看好了，这是北热大佬的，还有点帅哦。我要不开枪，蓝蛋飞人都没了。我看了他视角，他差点就人都没了，还有点帅哦。我不看见他人没了，兄弟，他掉下去，他妈的，人在哪儿都没搞清楚呢。你是不是看劫持人脸上？还有一个呢。哎呀，帅哟，舔都不舔的，还有人。哎哎，古城，古城乱围墙，古城，古城乱围墙。好的好的。有药没有？我什么药都没有。饮料真的，饮料包有没有？狙击包饮料。不是我这不拉枪线，哎，看到他队友，枪线拉的很干净。他被我打中了一枪头，哎呀，可以，很帅。武昌后面那个位置，他队友在哪里啊？就他最后一个了，这这这。听到了。左边房子一个，左边房子一个，楼顶还是楼里面？楼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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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楼顶。我去压他，你直接压上去，你直接推上去，直接冲楼顶。楼顶了，没动。哎，这个人。啊！牛逼！楼顶倒了，楼顶倒了。他队应该也出来了。古仓围墙那边还有一个。古仓围墙是最后一个。你要扶呀？没事，有。哦吼！原谅我，兄弟，没办法，真的你也看到了。六子哥不要难过，这种事情谁也没办法避免。烧死你！别哭啊！我死了。留着哥喝奶，不哭。啊！牛逼！房子里面吗？在这。
队友来了吗？是大队友。是大队友。你不是对我说话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。骗人的。去杀了他。干什么？一双草火。靠！没听到他脚步声了。听起来了。下来吧，把包了。来了。你先下到一楼，我们一起把一楼清了，然后你在一楼给压力，然后再上隔壁二楼把它搞。找到他位置了吗？一楼英子。看到了，就你脸上，还有你，刘子哥，没办法了，刘子哥，你也看到了，我真的，要不是不救你，是吧？是的，这个人太畜生了，扔了那么多东西上来，不是人呢。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他没扔东西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啊？不挺上他那个位置一直在瞄着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来，我第一次，我给你，你为什么晃来晃去啊？我给你模拟一下现场，等一下你可以看我的视角。你在你上面的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他在这个位置瞄着你，你死的地方是不是在这？他是可以打得到，你是在这死的。然后那块我是在这堵墙后面，我知道他在这里，所以我特地躲在那个墙后面。哎，哎呀，我还跳下来了。其实那个东西是真的没办法，他瞄着我，我救着你。对，你是躲着他，你有没有想过我没躲到他？我想过这个问题。所以你站起来左晃右晃，左晃右晃，再扶一下，再站起来左晃右晃，左晃右晃，是干什么呢？好，我想在结束带入他之前，不要让他扔投掷物炸到你，然后他每次都你左晃右晃，他就不扔投掷物了。兄弟是这个样子的，我救你要十秒钟，然后那个位置他扔了三个雷上来，第一个雷把你炸的剩一丝血，第二个雷直接。再把我炸残，第三个雷这样，我蹲在那里继续跪死。我就寻思在他扔雷之前，我把他打死。事实上我没有做到，这个的确是我的问题，因为他出现0.1秒的身法的时候，我刚看到他就收枪想要打他，他又收回去。在他没有阻止到他扔雷的情况下打死他，的确这个是我的问题。下次我会改正，我会争取在他漏0.1身法的时候直接把他爆头死，没有让他雷打死。你别扯这个，你下次直接把我补了不完了吗？结果不都一样吗？哎，那不一样，我是尽力了这次。这个东西你不能怪我，要怪你怪他，你知道吗？你尽力了就不怪你了。嗯，是啊。万事看结果的呀，你没救到我不就你的锅吗？我尽力了这句话，你好好琢磨一下，我是真尽力了。你总不能说，哎，有一天你刘子哥肿瘤发作了，然后医生。然后进去了之后说我尽力了，我还得砍医生不成啊？那叫医闹，那得犯法呀。那别人是尽力了没救起来你，但别人是真尽力了。是你给我做个手术，手术刀拉我肚子里了，你告诉我你尽力了，我还得原谅你呗。哎，请问我刚才那个是尽力去救你，并没我打你了吗？没有吧。你人家医生也尽力去救了呀，没救成，手术刀也不是故意放肚子里的。那请问拿了吗？哎，刚才我也没放手术刀在你手里面了。一，我没有打你吧？二，我都是尝试的救你吧？三，我没有误伤你吧？你为什么说我把手术刀藏在你那里呢？你这个就是以偏概念，你就是想讹我钱，你这属于医闹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属于犯法。我不闹你，你、哎、你给我明明送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明明就是你自己作死，然后非要装憋，然后出门摔了一跤，来了医院。好。因为医生这边要调各种东西，我自己作死，我不站起来打对面那个人，那对面那个人能打我吗？那你看，他不打我，你能打死他吗？你看，我都说那边有人了，你自己非不听，医生告诉你了，不要这样走路，不要这样走路，让你不要乱吃东西，你吃了，吃了回头说，哎，医生，你说的不对，是吧？我能吃这东西，然后干嘛呢？然后你挂了之后，还得说是医生不对。你想一下，这是不是你的问题？我不跟你沟通了，我现在开始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做的对吗？博子哥，我们现在我们是拉拉队，没有事儿。宝哥，重组拉拉队，重组拉拉队。重组了吗？为啥？重组。
我们重新组队了，我本来刚刚退出了一会儿，现在不退出了，我回来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给他加油就完了。长沙老赖，你加什么油？蓝的未必死啊。那行，那我们就给他漏油，给他漏油。敢不敢骂的狠一点？给他刚才排气管堵住，因为刚才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吧？你不能说我尽力了，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你尽力了有个屁用，你们就我抽我一巴掌，那不行，不能这样。啊，这人不能这么不讲道理。我们不是一伙的吗？我们讲道理好吗？你帮我谴责他，马哥。这是道不对，他疯狂的那个偷换概念。马哥，你觉得是谁的错？我觉得是蓝段飞的错。马哥，公道人，道自在人心。作为一个队长，不应该保护保护自己队友吗？觉得蓝段飞的，蓝段飞。觉得蓝蓝飞错了，请举手。我举手。我也举手。小老虎，你呢？没错，我还活着。你说我们说的没错，还是蓝蓝飞没错？我们说的没错是吧？蓝总没错。蓝总错是吧？小老虎，你要当叛徒是吧？我不当叛徒。那他说他错了没有？我现在还活着，万一他打死我怎么办？不可能，等我死了，大哥，他要打死你。大哥，你们是真的是马哥，你是开始不明事理了是吗？就是你现在就是找个办法，就是这样不讲道理了是吗？首先第一，我是不是说隔壁楼有人？我提醒过他了，我医嘱过他了，说你不要这个样子。好，他非要你真有意思了，你不说隔壁有人，我能打隔壁的人吗？啊，你真有意思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他的一个，他这个偷换概念就是，我就告诉他，你不要吃这个东西，吃这个东西，比如马哥，我说告诉你，你不要吃海鲜啊，哎，吃海鲜会痛风。你来一句，你真有意，你吃完海鲜赖完我，然后我这样说，我说我说服过你了，你说你真有意思啊，哎，你不说海鲜，我能吃海鲜吗？你现在，你等一下，你是这个概念，你知道吗？你跟马哥说的是不要吃海鲜，他吃海鲜那就他不对。你跟我说别打隔壁的人了吗？没有，你告诉我隔壁有人，那不就让我打他吗？你看你这个人真的是隔壁有人只是爆点，我觉得北子哥你可能过分解读了，我觉得突然这么一说的话，我觉得狼哥没有错了。对啊，然后他被打倒的情况下，我说了我尽力救了，首先我第一次救他那个位置被人瞄到，我收回去没错吧马哥，你被人瞄着，嗯，没错，也没错吧，是吧，是一伙的。然后第二次对面要扔雷的时候我撒手了，有错吗？不然我要跟他一直死在那里，有可能对面直接挖过来狂夜灵也死了，所以你说你是不是站错队了？你被鬼迷了心眼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个刘正鬼怕，鬼跨连篇。好，马跳，我们两个的联盟已经土崩瓦解，好吧？北子哥，你也别这么说，你听我说句公道话。你别说他妈公道话了，老子不跟你讲道理，我现在跟你藕断，我们割袍断义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我觉得刚才那波错主要还是小老虎的原因，为啥呢？你俩都在相互的做事情，而小老虎在底下逛街，啥事儿没干。我在楼上攻那个楼，我再去攻楼。人都打完了，死了还不楼呢？不出楼去帮忙架一下。这个，哎，我在攻楼上，小老虎打完了，小老虎确实有一点问题。楼顶上两个队友都各自有各自为难的点。那楼顶都打死了，你还上那楼干嘛呢？你不能把楼下的打死吗？对的，你把楼下的打死，他不就不能扔雷了吗？不能扔雷，我不就不死了吗？是的，我在楼下，他在楼上，我怎么打死他？楼上那个已经打死了，楼下那个人往上扔雷，你不能把楼下那个扔雷的打死吗？你为什么看不到一个技术的呢？你为什么看不到？你可能技术主播呀，技术主播不都是开挂的吗？你怎么看不到啊？因为我没有开挂。技术主播没有不开挂的，全都开挂。你看不到那就是你的问题了，换个挂吧。马跳，你这话说的我不敢跟你说。那你落地就死了，你快点落地就死了，啥也没干。我马哥需要干什么？我们拉拉队的，我们要干嘛？你这人真有意思。落地就死，啥也不干。你看过 NBA 没有？你让 NBA 拉拉队员上去打球吗？你在逗我呢？拉队至少有贡献，至少有贡献，他们。我也有贡献。你贡献啥了？你说你贡献啥了？鼓励、祝福、鼓舞士气。对，那不是祝福，你是巴不得队友死。我没有放屁，等马哥那队鼓舞。啊呀呀呀呀！走位、哎、呀呀呀呀呀！走个屁！呀呀呀呀呀！呀呀呀呀呀！死吧！呀呀呀！能救能救，扶一手能救。我爬进来，我爬进来就能救。能救能救，我爬进来能救。我一倒的没关系，
靠你了，兄弟。这个对面这个人没有格局，他如果不补蓝战威，他能再多杀一个人，真的。那就菜了，菜怎么了？我这个人别人救不了，我这个人救不了，我不会让别人硬救。不像某些人，别人尽力了，放屁，还要冷，不知道哪种人他妈的救不了，硬要队友救。我就不知道哪一种人，别人救了他尽力了，还要谴责别人，真不知道是谁。在我边上跳芭蕾舞啊？谁跳芭蕾舞？我自个看录像去。狗跳的芭蕾，狗跳的芭蕾，就你还要再逼逼？我这人就不像某些人。你真有意思了，不是你假装要来扶这人扶一下放一下扶一下放一下的，我能趴那里吗？我自己早站起来了。不过说实话，北哥，我觉得你的错，好吧？那他没有跳芭蕾舞，他跳的是 breaking。那确实是我的问题。真的，下次你死了，老子就在你旁边跳个 breaking。我给你跳个嘻嘻哈哈，嘻嘻哈哈，噼里啪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下次不。